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，平安。网络前的兄弟姊妹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是新的一周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到主的殿前，为他赞美，为他歌唱。请全体兄弟姊妹起立，请你们关掉你们的手机，或者放手机放静音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用如此长阔高深的爱来吸引着我们来到他的殿前，牵引着我们的灵来到他的宝座前，敬拜赞美他。我们爱他，我们的主。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，一起来拍手，好不好？好。世界的任何角落，不管我们是刚强还是软弱，有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你的爱都环绕着我们，拥抱着我们。你的爱使我们在黑暗中的曙光。我们诚心实意地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找到了我们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这世上有任何地方是你无法到达。当我刚强
或是跌倒，没有什么你看不到，我其实你都知道。你爱找到我，你爱找到我，我祝你到永远。你爱找到我，四面环绕我，在你爱的拥抱。天上地下所有一切，再没有事能够让我与你的爱隔绝，使我成为你的儿女，从堕落中你拯救我，付上赎价牺牲说。感谢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受死，感谢你付上了代价，因你受刑罚我们才得平安。感谢耶稣为我受死，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，因你受刑罚我得平安，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，感谢耶稣为我受死，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，因你受刑罚我得平安，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，因你十架上怜悯和恩典，救赎我赐我更新的生命，永远不等待，挪去我
谢耶稣为我受死，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，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，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，因你十架上怜悯恩典救赎我，赐我更新的生命，因你爱我直到永远，不更改挪去我重担，是我的是我们的祷告时光，请小组长还有导员都上前台来。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牧者小组长上前来，一字排开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祷。有需要被代祷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陆续上来，请我们的小组长和牧师帮你们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不要害羞，不要害怕，勇敢地到前面来。或许你们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求，但是你也可以跟神来求，求神赐给你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。让我们今天都是匆匆忙忙地回去，在这美好的一天，在这神所定的安息日里面，让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祝福。
现在是我们的十一时间，请我们的高组长来为我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啊，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。大家请坐。好。啊，现在是啊，让我们透过十分之一的纳上和十分之一以外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神。好，我们一起念，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八到第九，我们一起大声念：人岂可夺取神珠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们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丹纳的十分之一和单线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我们继续念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赐这蝗虫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我们看到这里有咒诅， 有祝福。其实在这个马拉基书前面的第七节里面也有说过，万军耶和华都说了，你们从你们的列祖之前就经常偏离典章，我的典章，我的律例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的，就是说要非常慎重，非常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神非常看重我们，不但有感恩的心，还要有什么感恩的行动。不是单单说主啊我爱你，但是连主的最基本的十分之一，如果我们纳上这个最基本的行动都没有，那我们怎么能称为啊是神的儿女呢？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第六到第七，一起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好，什么是奉献呢？奉献就是十分之一以外的。好，奉献的态度是什么？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而且是捐得乐意的。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就是银行贷款是132.2万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凭着我们的爱心，求神也赐给我们真的得破财的力量，继续为我们神家的事努力，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不大声，不够大声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耶和华都说过了，千山上的牛羊都是我的。好，千山上我都牛羊都是我的，他岂可缺乏？所有的东西呢，他一点都不缺乏，他只是要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和感恩的行动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他还继续说，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感谢为祭十分之一我们就要遵守。好，我们再看奉献的方式，第一个我下面就不重复，第一个是最基本而且最简单最方便的。好，这样，收款人是 ROLCCNY， 账号是 ROLCCNY2020@gmail.com， 这个不要写错。好，如果我们大家预备好你自己的心，而且是凭信心，还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什么甘心乐意和喜乐的心，不要忧忧愁愁的来到台前来纳上十分之一。好，你们预备好心时候，从两边上来，中间下去。
请大家站立。宇宙的中心，耶稣，世界的中心，耶稣，万物都本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你来
欢迎君王降临。Amen. 降临到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每一个人的中间。Amen. 光耀我们。阿们。我们请仍然站立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Please stand up. Let's pray.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谢谢天父。我们众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欢迎你君王降临。我们同心要高举你圣洁的名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天父来眷顾我们这个教会，眷顾我们纽约生命和灵粮堂。我们呼求你，春雨不停息、不停息的降临，恩膏充满在我们这个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得到更新的翻转。谢谢你，谢谢天父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。需要你的恩膏，需要你的雨，需要你的灵甘霖来降临，需要你的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。我需要你，在这世上我们不依靠势力，不靠人，我们只有靠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谢谢天父，谢谢我们的主。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远不止息，你爱我们直到远远，你爱我们从古到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天父。主啊，我们即使现在有很多的困难，即使有低谷，主啊，哇，感谢主，感谢天父。我们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事情放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相信在你什么都可以，在你所有的一切你都能，在我们不能。主啊，我们只有谦卑屈膝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主，谢谢天父，谢谢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凭信心来拿上我们的十分之一，这十分之一本是你的，因为千山上的牛羊本是你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，谢谢天父。当我们有感恩的心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有感恩的心，还要有感恩的行动来表明我们自己对你的爱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先爱我们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天父，十字架上的恩典怜悯已经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得以救赎，从黑暗到光明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恩典，一切的尊贵荣耀都要归给你。谢谢天父，我们感恩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。阿们。大家请坐。 Please sit, please.